现代加庆军，到南古早是大里埔，好买旧时是五更村，人讲玉簪是打百年，也无风就是伊阿达母哦。民间有名是南麻糍，竹长古早是路竹长，田中土名是田中母，家里旧时是小人庄。啤酒妈祖上解馨，困心五王上解灵，八沙仙公是最文明。大哥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山啊？看对山脚落去，哇，山脚的风景真是美妙啊！山脚哪有风景？有啊，迄一粒一粒，迄一丛一丛，迄拢是啥？这就是人种的，讲叫做石龟啦。石龟哦。嘿啊。哇，这石龟生甲真水啊。嘿啊。嗯。你看要搁七道去倒位去？大哥。什么？大哥，你看。啊啦。大哥，你看。恐死哦！恐死！大哥。啊，无恐死呐！你跳的跳的。你头壳有歹无？即摆在死啊，要哪有恐死？啊！大哥，有人要跳刀，紧救人！你也无看到伊的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救着歹哦。啊，我若救着，迄个若做歹啊，后悔要嫁我，你别同我衰死。姑娘，这个袂歹，这个我叫。小姐，小姐，坐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从啥里上高？那个阿奶，你看崩溃啦！阿伯，甲舅公叫我阿伯啦。叫你阿伯，叫你阿公，你嘛是同款咧救人，紧救人啦！甲你揽，我拢甲你翕啦。大哥，你卖生气，我来了解一下。姑娘，你唔通伤心。拄则阮大哥唔是要食你的豆腐，你是安怎？那你直接要掉刀自尽呐？因为我无钱。大哥，这个人无钱，安尼要安怎？无钱，你会使去酒家，去酒店啊，去啊。迄个时阵唔是叫酒店，叫青楼。哦，叫青楼啊。你是用嫁袂用嫁袂用安尼啦，姑娘是安怎？你是家庭有困苦是不是？我是安那？你嫁人？我本来嫁一个真好的翁婿。哦吼，安就好啊。结果因为我一时的贪心，有一个人伊甲我讲，只要一个月肯十两银在伊遐，伊就会付我五两的利息。我就想讲。我肯一百两在伊遐，十个月以后，我得有一百五十两，我得当买厝给阮翁住。结果，今仔日拄好是十个月，我要去找伊提钱，谁知影伊包给我款款的，全部拢做无去啊！我想讲，我无钱，阮翁袂爱我。结果我行去菜市啊，看到一群人，因咧卖膏药啊。伊讲哦，有一款足神奇、足神奇的珍珠膏，讲抹伫皮肤顶头，袂皮肤哦会变作是足少年，变作迄十八岁查某囡仔同款 ，Q 弟弟，迄白里透红。我就想讲，阮翁哦，若是看到我规身躯的皮肤变作十八岁，一定足爱我。我就甲阮翁所有的财产摕去买迄珍珠膏，来抹伫我的皮肤顶。谁知影？我无变作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同款，安尼 Q 弟弟，我煞变作八十岁欧巴桑，安尼同款撩皮皮。你，就是，就袂输，袂输你迄边同款，就是这款样的。喂，咱拄只个都讲卖家球都好死死的，你就咱唔听我的话，伊也看嘛。咱好心，咱伊的温情人无报答人去讲，像我这样看嘛。姑娘，哪里甲你欺骗遐人呢？遐个人，就伫遐头前个菜市仔迄边，我会当带恁来。你有办法无？
有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安尼，一世人熟悉你一摆上巧，巧。来来来，各位亲爱的乡亲、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来到贵宝地，不是要宣传白膏药，真正哦是要来这是救人的。来，这款金猪膏，母啊，我的恢复哦，卖贵啊，那快。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甲大声唱歌提。伊个牙齿啊，还蛮贵啦，还想叫输掉。你小怕哟？嘿啊，太贵啦。小怕都，小怕咱都闪吗？走位啦。咱行到边啊咧，行到边啊，人咧小怕蛮歪。只管哦，唔管哦，你是刀伤、碰伤，还是放行打架伤，水抹水有效，轻轻一抹，袂痛袂痒，汤水水拢好去啊。是，只管就叫做金猪哥。我就是抹这罐珍珠膏，我今年80岁，看起来敢那28岁呢。对了，啊，为着要照顾咱这乡亲哦，今仔日哦，我大犹太啦，一罐五两，买2罐，我送一罐，安尼3罐拢总10两，有效无？有效！这位老太太啊，哇！真正是内行的啦，你一定爱抹这个珍珠膏。你看我80岁，看起来敢那28岁；你28岁，看起来敢那102嘞。哈，我有一项伤。哦，倒位伤？已经伤足久的。哦，什么伤？讲来听看卖。你免烦恼，拢会有法度的。自我18岁伤到今嘛，已经伤骨了10年啊。唔捌听你讲过呢。对啊。我即摆爱讲好听，爱对症下。讲来看卖咧，我心灵的创伤。有效，有效啦！真正有效，真正有效啦！真正有效，30罐，三十，来，我300咧，包起来。地广国大，闹地广国。对。倒位地冤话，你来走你家来啦！你我来问你，你来走对不对？来看本机啊！恁祖妈喊你几时出来开钱坐街？哈，来，你我点点啦！你做地冤话，是公主叫我做的啦。无代无志。这，等下你就知影。等下我就知。对。哎，听无啦？你怎不知啦？哎呦，地冤话！来，D先生，哎呦，地方贵，好久不见呢吼，哎呦，地方贵，哦，来足多好，你今仔来，我给你报一个好康哎，什么好康？快，吃，哎呦，来，看卖啦，看卖啦，卖，足济药啊啦，卖药啊，嘿，卖药啊呀，有珍珠膏啦，啥物拢有啦，唔通乌白买啦，我是要食迄，食什么迄？吃迄落，下迄落的无？牛的啊！哎，敢那恁大家拢听有尔？恁这左人拢听有？牛安尼听有？我跟你讲，你真正找着对人啊，找有对人啊啦！你咩啊？是啥物货？这吼，你找我着，别位绝对不得买。啊，这偌济钱？啥物偌济哦？我这即摆拢爱听介绍。无效，我介绍袂好。这病也先看的。嘿，对啊。爱心付定金啊。哦，定金。嗯。赶快50啦。50两，简单。什么话？500两。摸不着。定金咯。定金尔，敢那定金？是。我拄拄啊去卖一块地，500两，对不对？嗯。您福气，来，我看卖诶，是啥物？袂用诶。好啊。嗯。定金先收，好来。来，可以看下。天台加庆君，来，可以看下。有大金无？啊啦，比西门还要大金哦。
呢，这就无简单呢，这就炼丹炼来的呢。你敢知影？阮翁，你敢知影我什么人？哎，是啥？卡早迄秦始皇嘛，有咧练练迄落长生不老的仙丹。秦始皇你有听过无？秦始皇迄几百年前的安尼。我是迄个炼丹师的后代。你真正伊后代？因为我的作神，因为我的伊个对孔爷因到因某煮煮着汤我煮。啊，这边卖偌济？你讲一个数字，我看你有生意无？那无吼，你过去卖啦，因为这个唔正，干那存一支啊你啦，一千两给你卖。2000两，叫。安尼对不起祖公，我看也是卖。嘿啦，2000两，给你卖。哎，这人哪会这样当真啊？羞答羞答，哈哈，羞答羞答。我你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你讲嘛，你讲嘛。5000两，10000两啦，卖。10000，卖就太啦。你等我来，喊我等来提钱。好。拄好我遐钱，拄好咧哀想要出门，要无紧啊，好出来袂使。紧来啊！阿伯来过来，阿伯来过来。我今朝赚10000两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本钱本钱，我拢有听着，伫后边。你是要分哪哪的？是安怎拢讲好诶？是我甲你讲，即阵较好骗呢。是我四界走总甲大家讲，你个药啊，少有效诶呢。嗯，即阵个戆人确实有较侪啦，啊，不过你含阮某个代志，我也袂去做戆话哦。卖第一打，头前讲，卖个讲恁某个代志啦。啊，而且，好啦，这好对无？而且拄只你咧拄着迄大介绍费啦，哈，介绍费，介绍费啦，哈。一万呢？真好睇，哎呦呦呦！来呀，隆重感恩会呀！什么情形？即摆什么情形哦？关门生理好哦，啊！要来唱歌没有？嘿，你有看无？拄只遐拢是村民，啊你有？啊这个嘞，这个是毋是拄只嘛有甲你交关？这不 VIP 啊！哦，安尼你敢毋知影什么情形？来去官府接供。我跟你讲，来，弄伊啦！这个像恁食材哦，哎恁在地啊？你有食材伊无？李亮锦英昂啊！李亮锦英昂啊！啊，伊叫阮来骗的啦！是啦，伊叫恁来伊的庄仔头骗钱。是啦，真就好骗的啊！对啦，那有这款？我嘛无做乌心的啦。有款的代志无？别你迄个珍珠粉来内底，都干那是面粉啦，加加土豆油尔啦，无啥物啦。李亮锦，狄志杰，你这薄情郎！你要趁钱，你这么小贪，你无去害别人，你竟然连我是你的某，你嘛给我害落惨落去。不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吼。我甲你讲，我是有考中的。什么考中啊？你是考中啦！你看你连台语拢讲袂好，你搁要解释一下？伫即嘛，当今的台主面头前。你连台语拢讲袂好，你嘛免解释。我两个台语都无好，怎样做？这句叫做考中。考中。纠正。好啊，你免解释啊！你听我讲，我是有考中的。我不管你有啥物考中，伫个东京的太子面头前，你敢唔认罪？哈？啊？太子是啥？您即摆看到这位，就是东京的太子嘉庆君。太子，哇，太子你好。恁实在真大胆，哈！恁敢讲袂讨袂趁啊？竟然敢来欺负这善良的老百姓！我已经探听过啊，恁已经欺骗真侪砖头啊，尤其是狄志杰，你竟然敢欺骗你的某？无，真正无，真正无，伊讲有，你讲无，拢总唔免强辩，个人原来你也走。是，买啦，我讲，太子爷，我是真的有苦衷的啦。这个是我一个八张的朋友啊，啊，有一天伊就叫我去因家饮酒，饮酒啊。啉伤多，了买了，伊就叫我困伫因家，啊，咱两个困做伙，哎呦，查某人无要紧。恁两个困做伙。对啊，就伊叫我困伫因家。哦，你兄我弟就对啦。哎，对，啊，无想到
第二天睡起来，边啊刷都会是伊啊。啊，伊就甲我讲讲，你个囡仔，我给你送官服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一秒秒秒秒秒秒。拍摄我上紧张啊，太注意啊！拍摄啦，拍摄啦！你两个搞笑，来啊！阿伦当拍八十分，是。我不要听过人介绍这好笑的啦。我无骗足侪人的啦。什么无骗足侪人？这在场你什么人骗过？阿廖哥阿姐 VIP 啊！什么的 VIP？ 传名啦，还佫有头前好骗过的举手。好啊！哎，你哪样的啦？你有看的无？哎，今仔天公生命，哎，对对对，阿伟那里拜拜，哎，我讲过一个，一万两，一万两。我无咧卖什么物件啦？有啦，不你竟然敢甲这种物件卖予当今的太子太保？太子太保谁去办的哦？我足早就甲伊讲，讲这我足明显的。我去看墙内到伊某就煮这猪排骨汤我食，迄个太淘。来人啊！走，上面两个阿去看护。我要一万。买啦，买啦，买啦！快说啦！狄志杰，我要跟你立言，就连我肚内底囡仔，我嘛要带去给别人饲。再见。等，谁？你有囡仔啊？你有囡仔？啊，拜托的啦，拜托原谅我啦，拜托的啦。慢，会漏胎，不要漏胎，漏胎，太注意了，拜托的啦，哎呦，我有好心呢。啊，这个林伯，你个动作也好快，不是讲我不同意啊。来，我惊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。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件代志我看大哥，你可以来处理，或者是，好啦，我处理啊。你有心啊，有银啊嘞！是，啊，你个家人，个人唔系啊嘞。系啊。你去人会讲你中国个呢？你唔知啊？我唔爱甲你讲。我真正请几日提油单嘞哈。我爱甲讲者。那是查甫个唔对，啊！你去咧讲查某个，大哥你去边啊？阿娘啊，这个代志你较会晓啦。母啊，是爱你办啦。咁真正要甲周转到苏云地边就对啦。啊，巴肚内已经有囡啊。对啊。拜托了，啊！佮辛苦，敢那口气皮上面懵啊！哎呦，亮晶呐！要佮唱歌哦，用唱的来。想跟他爱唱足久的，我想讲你来唱，我袂输。总讲一句，人生海海，钱是啥？真情真心，才是咱所求。你有要原谅恁翁无？好啦，狄志杰，我爱你甲我讲，
你是不是真正爱我无条件？我真正爱你无条件。既然你爱我无条件，那安尼，我嘛赶快爱你无条件，我原谅你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对啦，对恁某爱较好个啦。谢谢。而且我做啊，我会讲恁这大大代志吼，就是阮来甲你合作周转的手术啊，因为我完成我的心愿。我讲，我唔相信你的身躯八十外岁迄落摇摇，我望看卖啊。啊你，我着讲过，甲你的皮肤、甲你的敏感，看你逐天照镜就知影，80外岁生做安尼啊。我无摇个。大哥，哎呦，也倒过来啦。哦，多谢太叔呀，多谢太叔太棒。